下有关各种形态的能量相互转换的叙述中，哪一项错误 ？A 选项，家庭瓦斯炉是将化学转换热能。瓦斯炉主成分为甲烷，甲烷与氧气化合燃烧产生二氧化碳及水，丢它就为放热891千焦，此为甲烷的末燃烧热，很明显是化学反应所反应出来的反应热转换为热量，因此 A 选项是正确的。 B 选项，水力发电机是将力学能转换为电能，这是正确的。 C 选项，飞机喷射引擎是将电能转换为力学能，这是不对的。引擎是燃烧燃料，是将燃料的化学能直接转换为力学能，让飞机可以飞，所以 C 选项是错误。 B 选项，光合作用是将光能转换为化学能，光合作用是植物的叶绿素利用二氧化碳以及水进入照光之下产生葡萄糖以及氧气，所以是将光能转换为化学能是正确的。 E 选项，太阳电子是利用太阳能板直接将太阳光光能直接转换为电能，因此 C 选项是错误。